咩 case 啊？阿 wing， 要咁样，咁样啊，咁样定边？两边唔系一边嘅咩？咩啊？可以双就剑噶嘛？要斩手指先。冇，因为嗰个系最旧先至要噶嘛，新嗰啲唔使斩噶。唔知唔记得晒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嚟玩 Assassin's Creed 啊！其实咧，今次咧，我哋玩呢个咧，唔系啊，即系唔系 PS4 啊，咁啊 Ubi 嗰只 Assassin's 啊，其实都系 Ubi 嘅呢只。但我哋今次系玩手机版啊！咁啊，呢个刺客教条起义嘅手机版。咁啊，我见到咧，佢哋玩咧系几好玩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决定咧拍一拍嚟俾大家睇。但系我未开始玩嘅，所以我系同大家而家一齐系。我都未開始啊！一齊玩，一齊開始玩，一齊去探索一下呢個遊戲。我每一代都好似都有玩過下，但我每一代都冇爆機。係啊，好啦，嗱，為咗追蹤呢個羅德里哥波吉啊，我一路嚟到呢個西班牙，因為呢個異端嘅審判庭係由呢個聖騎士團，亦都係呢個德，因為呢個羅德里哥嘅義當裝就係 OK， 啲字好難讀啊。嗱，咁啊，今次呢個遊戲咧，其實佢講緊咧，應該係一個環向潛入。潛入咁樣嘅一個遊戲啦，咁跟住之後同埋咧，你可以控制嘅角色好似可以組三個人噶，呢個係撳呢個啊，咁佢點啊？信仰之約，作鷹，跟住地下冇嘢嘅 ，OK， 唔係跟住跌咗落去嗰、那個。一定有呢個重信仰之約嘅重點啊 ，OK， 咁睇下先，有機率嘅喎，係咯，呢個係咩啊？刺殺機率啊？咦，唔係喎，係啊，刺殺佢咯，有 95% 殺到佢咯。但你中咗 5%， 應該新呢、這個教學嚟嘅，應該唔會啩？咦，睇下先，爬牆，跟住爬牆，95% 嘅啫，唔係100%嘅喎。再跳，唔係你真係會有5%係失敗咯，真係。係咯。跟住之後，我哋要再隔喺隔離間房啊，跟住有選項啊，誒唔係喎，冇選項喎，都係上去有多面打嘅喎，我以為係。系咯，刺殺，空中高空刺殺。OK， 再隔離房。咦，你有啲 friend 喺度？有 friend 喺度。首席嘅審判官啊，我哋隨時都聽候你嘅差遣。最後一步計劃係唔係已經嚟到啦？係啊，我忠誠嘅。奧荷德。好啦，我哋終於準備好啦。Okay. 我已經獲得國王同埋皇后嘅垂青睞，佢哋嘅軍隊亦都除咗號令啊！哇，咁勁嘅佢。走曬嘅，我仲直接暗殺佢兩個。係咯，如果一嘢跳落去，一人撳低一件添。係、我哋兄弟會一定要成長茁壯。成死咯！今日都要成長劇情咁樣。OK， 我哋要多啲刺客咯。OK， 我哋而家呢一度係咪即係我哋而家要去增強自己嘅隊伍啊？嗯。如果刺客嘅 fans 嘅話咧，應該好熟悉每一代邊個打邊個嘅話咧，你應該會更加投入啊！成件事。冇錯。但如果遊戲嚟講刺殺咧，應該嚇、好似幾期待啊！而家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基因嘅記錄啊，被保存咗喺呢個資料盒中啊。方開啟呢個盒咧，獲得第哦，原來抽英雄手抽。我覺得應該係必定係呢一隻。係咯。阿基拉嚟喎，咪啱啱嗰只咯。咦，係咪可以開多次啊？呢個冇嘅，點解有兩次嘅？可能你打錯。咁佢咪可以係咁抽？唔係一定係有嗰兩個啊！真係，頭先淨係企正咗喺度嗰兩個。睇下先，嗱，你應該而家開始教正確嘅玩法啦。點佢入一間房？我哋原來要控制幾個人去唔同嘅地方喎。揀呢個先，入嚟呢間房。哦，呢啲去當面正面咁樣輸出，高傷害輸出嘅角色，按下攻擊按鈕進入。邊個攻擊按鈕啊？上面嗰啲係咩啊？咁呢啲係咩啊？呢啲係咩啊？其他嗰啲係咩？唔係其他嗰啲，其他嗰啲再之後可以用噶咯，即係可能避開咁咯。量表集滿嘅時候可以執行一種動作啊，而 OK 跟攻速啊嚇。哇！佢好高攻速，我好大力啊，但係我俾人哋斬兩刀你先一刀。跟住有技能啦，長按任何嘅按鈕即可查明詳細說明啊，並使用在敵人身上，快速攻擊立即生效喎，20% 傷害喎。自殘勁啲，自殘勁啲啊！呢、這個 moment。哇差少死喎，原來佢好攻得啦，唔使嘥氣啊！哇，好啦，戰鬥使用必須花費時間嚟回復，進入下一間房啦。其實OK， 暗殺嘅角色啊，佢係暗影嘅職業。好啦，避開要避開敵人，同埋可以暗殺嗰啲咯。即係頭先嗰只角色係唔可以暗殺嘅喎。嗰個唔可以啊。OK， 呢度跳上去咪直接俾佢見到咯。係咯，白雞盲嘅係。
哦，未呢度暗暗殺得 75% 啫，哇，抌錢落去，仔喎，哇，喂、哎，其實暗殺好似好玩啲喎，喂，暗殺容易啲啊，係咯，其實佢仲有幾個方法嘅，即係我頭先可以揀我直接衝過去暗殺，或者擒咗上去之後，擒咗上去喺高空暗殺佢，再暗殺。呢度可以點啊？可以匿埋喺台底。我引佢過嚟。阿叉，哇吉頭喎、啊。O.K. 又開寶箱，隔離嗰個唔使嚟噶，哦，嗰幅畫嚟，幅畫嚟噶，你點睇嗰度見到個人咩？我認住嗰個係人嚟嘅。發現補給品啊，用兄弟會之名取回所有嘅補給品。O.K. 哦，咁其實個玩法咁就即係其實你要睇下你組啲咩人出去，跟住之後再睇下點樣樣去選擇啊，即係你可以揀咧暗殺系列，佢話無傷系列咯。OK， 建造訓練室，哦，即越高 level 就應該越嚟越開得多房啊！睇下先，除了訓練室，仲有啲卧室啊、情報室、金庫武器，依應該有估係要不停咁升級嗰啲，哇咁多嘅喂，哇，補給室、藥劑室，將英雄指派到某個房間，你先要點選左下角嘅活動按鈕，仲要用手稿，跟住然後就會開碌二攞到經驗值去升啦。OK， 即呢度揀佢有手稿。哇！跟住之後仲要再訓練，佢本呢係得兩呢嘅，廢啊！一日升過，我而家教你略過，免費略過領取，咁我升到二 level 啦佢。想招募英雄你就必須要佢嘅基因 DNA 碎片，所以就課金啦，所以就要去商店取得啦，免費喎、啊、有。睇下啦，嗱呢個真係呢、這個應該手抽啦呢個係。幾星咧？咦，呢個打會都係一星，都係一星。拆除專家喎，呢個係。咦，佢自動配咗入隊喎。哦，得三隻，即係你可以帶三隻出去嘅應該。係咯，未手收啊！佢呢個提示講話可以選擇佢嘅應該。咁即係未係你嘅正式手抽，因為你要解嗰個陷阱啊。咁我用呢個直情被避過咗個陷阱。哦，唔係，我呢個43% 會踩陷阱。係啊。哦，佢有60% 可以拆陷阱。冇錯。佢擅長與非敵人正面交鋒嘅協助隊友噶，佢可以改造同埋拆除陷阱，拆陷阱。但得60% 咁少嘅，個陷阱係咩嚟噶？哇！掂一掂就拆咗咯。咦？呢招係咩技能啊？以猛烈而強大嘅攻擊敵人喎、哦，又話佢唔適合打人嘅喂。咦？但係佢入咗呢間房就一定要佢做噶咯呢啲嘢。你試下啦。咦？咁一定係出技噶啦，有技唔係唔出技啊？勾嘢哦，喪失先攻，一嘢勾落去。哇哇哇！有得避添喎，得翻暴攻。哇，仲系暗殺嘅，我哋下下都衝埋去打嘅，我哋而家係完咗新手教學啦，我哋可以嚟十抽啦，係嘛？你個免費試手器先嚟。啊，免費先啊，睇下個感覺，應該免費冇乜好嘢啊。O K， 人都冇。D N A 同 D N A， 呢個係咪嗰啲？治療型角色嚟嘅喎，呢、這個係咯，佢、哦、一般專家治療喎。呢個係咩型？呢、這個輸出，呢個係打嘅喎。OK， 嚟試一試個十抽先。哦，可以獲得嘅英雄有呢對，係、可以撳入去睇嘅。哦 ，OK 喎。呢、這個支援型嗱 ，OK 嗱，睇下抽到啲咩啊？我哋點擊？劍擊不能 DNA 會唔會冇人嘅？我想問。哇！傳說嘅要25個。繼續啊！哦，咁樣為之一抽喎、啊。好、哦。哦，咁樣為之一抽喎、啊。哇！史詩喎、啊，但好似傳說先係最勁。稀有史詩係啊，史詩係紫色的。紫色咯、啊。喂，冇實物喎，我哋抽唔到實物，抽唔到人，淨係抽到啲嘢，會唔會抽唔到人嘅咩？係唔會啊，應該唔會啊。金色一半，睇錯咗，白金色，佢底金色，底金色嘅位，金色㗎，真係點諗到？哇，呢個好型喎，同一個抽兩個史詩嘅坦克，嘢、yeah， 一般咩？係咪要拆個手抽啊？咁？但佢手抽好耐，好耐喎手抽。喂、有呢、這个似系辅助，
汽油喎、啊。乜導航喎、啊？咩叫導航、啊？導航係咪嗰啲偏向係行，但又唔係潛行、啊？潛行多啲啊！誒、欸，有呢只喎、啊，你拎過好多碎片喎、啊、呢只。係啊，一般啫喎、啊，原來。唔係啊，因為你換咗佢碎片啊。係咩？係喎、啊，佢自己油超。哎呀，咁渣啊！俾只勁嘢嚟得唔得啊？手抽。誒、欸，呢只勁啊！呢只我記得係史詩啊！呢只。潛行喎、啊，潛行揸佢咁大支武器咩？咁大碌武器潛行咩？你唔知咩？你睇我唔到，你睇我唔到。好啦，咁我哋自己再玩一下啦，再慢慢再升一下。呢、這個幾有趣啊！咁、嗯、啊，一個刺客嘅遊戲啦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下次翻嚟再見，拜拜。Bye.